首先好多謝大會頒一個卓越僱主個獎俾我哋集友銀行。咁今年係第二年獲得呢個獎，咁我哋上下都十分之高興。咁亦都係我哋集友銀行股權被廈門國際銀行收購之後，踏入第三年。咁喺依兩三年裏面，其實我哋都面對好多唔同嘅挑戰。除咗我哋正常業務嘅開拓之外，其實我哋要面對我哋組織架構啦，我哋面對我哋系統轉移啦，面對我哋員工嘅一啲穩定性嘅安排啦。咁我哋做咗大量工作。咁喺管理層領導之下，各個同事都付出好多。咁呢個獎項正正就俾我哋同事知道佢哋付出係獲得認同，亦都係俾各界係知道我哋做出一個成績出嚟嘅。咁我哋上年係搞咗個大型嘅活動嘅，佢主題叫《重走加根路，致敬新時代》呢個大型展覽。我哋集友銀行係一個主要嘅協辦單位，咁我哋組織咗各界啦，包括東南亞嘅一啲團體啦，亦都邀請咗香港或者國內嘅政府官員為我哋主持。呢個活動嘅主要目的就係我哋重新介紹下陳嘉欣先生嘅生平啦，亦都等大家包括我哋同事認識陳嘉欣先生，佢因公忘私，佢為咗社會、為咗教育事業，去放棄自己嘅一啲資產，亦都放棄自己嘅一啲嘅事業，去做好各方面嘅工作。咁希望呢方面等大家認識得到佢嘅偉大精神，亦都提供大家一個正能量，去大家去為社會服務咁樣。咁我哋集友銀行着重建立一個有温度嘅僱主形象，就我哋會為員工提供一個合理嘅報酬，一個有競爭力嘅報酬。咁我哋都每年有做市場調研啦，咁我哋確保我哋個薪酬水平符合市場嘅標準，甚至高過市場嘅標準。另外亦都我哋喺獎勵金嗰度，只要員工去合法合規做到業務，我哋都會加大個獎勵力度，令到你更投入、更積極去工作。我哋都為員工嗰個事業發展，為員工嗰個人嘅發展，我哋做好多工作。咁我哋去年嚟講，我哋就成立咗我哋香港嘅培訓中心。咁就培訓中心坐落喺我哋中環核心地區，亦都方便員工去上課，亦都等員工睇到我哋對培訓嗰個重視程度。咁我哋成立呢個培訓中心嘅核心思想就係我哋往後都會提供相當多嘅培訓機會俾同事。咁嘅培訓機會唔只係喺培訓中心裏面，我哋都會安排佢哋去到我哋嘅國內分行啦，亦都去到海外啦，去到唔同嘅地方去學習。咁正如我哋上年都有派我哋嘅大學畢業生去廈門實習咗一個月，亦都有派我哋啲管理人員去到美國去參與一啲學術研究咁樣。咁呢個我哋正正就培訓中心係將會繼續發揮呢方面嘅功能。咁另外我哋都好關顧員工嗰個感受啦，我哋對員工嘅福利，我哋都經常作出重檢嘅。咁去年我哋都增加咗員工嘅一啲休假嘅天數。咁另外我哋都為員工持續提供一啲良好嘅體檢服務，身體檢查，令到佢哋注重身體健康，或者有啲問題嗰時及早發現。咁我哋都做咗少少嘅一啲動作，我哋就每個單位我哋都提供一啲下午茶點，我哋放喺個食物箱嗰度，等員工有陣時喺下午時間工作之餘，都可以有啲茶點享用。咁呢方面都受到員工十分多嘅即係讚許。透過以上各項嘅措施咧，我哋一直貫徹翻我哋有温度銀行嘅一個宗旨，讓員工感受我哋對佢嘅關懷，亦都讓員工感受到一個温暖。